骤，一听二卦三查证，打165哈，叫反诈骗，太重要。来共乐，来共乐哈。我现在到每个地方，每个分局好像使出浑身解数，最重要就是要跟大家来报告。我们呢要跟家里的长辈讲哈，在家里接电话要小心呐、啊。如果不熟悉的吼，甲你讲哇，恁囝伫我家，恁孙仔伫我家，迄拢骗人的电话去甲挂咧。哦，啊无就甲你骗讲哇，我们这个投资非常非常的好，你的获利可以高达数十倍，这嘛骗人的啦，这无安尼去冒险。那另外呢，有一些赖的讯息、假投资，还有骗感情的呢，要赶到银行去汇钱吼。不要哦，千万不要。那我们要谢谢银行的柜员哦，帮我们守在第一线，帮我们拦阻掉很多的诈骗金额。到八月份，我们总共有1亿2000万被骗走，然后有1亿元哦被阻绝在银行的柜台，没有被骗走。所以呢，真的需要大家共同协力，一起来反诈骗哦，一起来一听二卦。三查证，然后记得打165或诈骗哦，让它退散。我们一起加油，谢谢。管定国先啊，谢谢。